阿吉回来了。你怎么又去买猪脚啊？我都好久没有吃猪脚了。你一天就知道吃肉，活又不干。你拿着吧，让我来干。我自己干吧。那我来吧。家里都没有柴烧了。那拿这个我去烧吗？对啊。阿吉，拿这么多够了吗？够了，先拿这些回去烧，上面还有，改天再来拿。好吧。你能拿得动吗？可以的，我力气很大的。很重的哦。阿吉，挺重啊。你以为啊，肯定重啊。我现在才感受到你天天干活那么累。那你以后多帮我干点活啊。知道了。你先放这里吧。好。哎呀，累不累？好累啊。我先去做饭了。好，把猪脚洗干净。把猪脚的骨头取出来。放点盐让它更入味，把它包起来，把它绑紧。猪脚冷水下锅，葱姜料酒，再加一点白醋，盖上炖半个小时。把猪脚放入冰水浸泡半个小时，切点配菜，搞点料汁。蒜末、沙姜、小米椒、酱油、花生油，可以啦，把猪脚拿上来切。把料汁淋上去。啊，开饭啦！阿姐，这个叫什么菜啊？白切猪手啊。怎么没见到骨头呢？骨头我把它拿出来了。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里面的骨头弄出来是不是很麻烦，阿姐？这个菜我煮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那么久啊？你有没有吃过白切猪手？没有，好有嚼劲啊，姐。是啊。